哇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。我们不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吗？所以老师组织我们所有大班的小孩子来一个勇敢者之夜。然后这是我的写生用品，想装在这个袋子里头。今天晚上要住在学校？对，住在帐篷里面。对，住在帐篷里边。露营，我们还要寻宝呢。寻宝活动啊？对。太期待了，可是你能不能？对啊，马上就好了。痛啊！反正你不会想我的。会想你的。洗漱的刷牙套装带上，衣服带上，还有泳衣。对。明天早上还有这个泡沫之夏呢。对。期待吗？期待。一个手电筒，因为晚上有一个勇敢者之夜。上书包，带上水杯，拿上洗脚盆，对，洗脚盆，全副包装。对了，我们还要去买零食 ，Go！时间很紧迫，对。爸爸，我能再拿一包这个吗？这个是，草莓味的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10块钱2毛，我帮你放书包里吧。好。你今天晚上在学校住，你是什么感受呢？好激动的感受啊！很激动的感受。你会想我吗？会。我就觉得你不会。不会。张思瑶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吗？我爱你。好，去吧。拜拜。爸爸，我在这里就会听话的。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张思瑶。是啊，两个瑶瑶在这儿呢。